你要干啥去啊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我洗澡去啊。不，你洗澡就搁家洗吧。咱俩现在都姊妹了，我给你搓呗，这玩意儿。你就算处了个男朋友，也不能这样式的。你给我搓啥呀？不是，咋这么多年了？你这没事儿？你什么这么多年？啥？这干啥？你知道我现在对你没有想法，你搓一下呗。这出去还得花钱，多贵呀，那玩意儿。有道理哈，你别搓了，你赶紧起来。听话就得了，你干啥呀？我给你摆旁边儿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自己行。来吧，我给你摆着。哎呀妈，这赶上出去洗的时候。快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哎，你往里走，来，往里走。哎呀，别送了，到了。不是，你啥？这不给我搓吗？这玩意儿。你给我搓啥玩意儿啊？我不用你搓。你自个儿你也搓不干净，你这还是得我。我能搓干净，你靠边，你往就上你。我不收你钱。我不用你搓，我用你搓呀。你靠，你出去。你走，快点！哎呀妈！我坐不住你了。行。